铁花村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嗨，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那今天是周四，今天是礼拜四。那我们每个礼拜三到礼拜天呢，都有音乐性的演出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了两组歌手呢，都是来自我们台东剑河部落。那一个在上半场，他叫黄格里拉。那他现在目前是大三，但是他的嗓音呢，就是一听，如果你等一下。什么？升大四啊，大三升大四，但是他的嗓音呢，听起来感觉很像有30、40岁的感觉，非常的成熟，成熟的嗓音。那也是会许多乐器，会弹吉他，也会弹 keyboard， 偶尔打打鼓之类的，也在尝试着创作。那这是上半场的歌手，那下半场呢，他叫做伤害，那他呢也是一个。来自剑河部落的一位帅哥，那最近呢就是着重在非常热爱创作，那也是以一把吉他自弹自唱的方式呢呈现给大家。那今天是我们这两组会为大家表演8点到10点的演出上下半场。那我们今天消费方式呢是到我们的吧台，也就是大家刚刚有买饮料的地方。那今天消费完呢，会帮你盖一个手章，那就可以自由就坐。那如果说你没有买饮料的，就现在可以移动到我们的吧台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以买饮料的方式，可以支持铁花村，还有支持来这边唱歌，继续为着音乐，在工作的音乐人。好，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周边的环境，在刚刚大家买饮料的地方叫铁花吧，旁边有铁花好店跟台湾好店。都有一些文创商品，还有我们铁花自己出的一些文创商品。然后呢，其实在周围呢，今天有一个轻松摆的市集。那什么是轻松摆呢？我们的市集有首创市集跟农夫市集，那比较集中在5、6日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平日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一些比较少数的摊位呢会来这边摆摊，那所以大家如果在中场休息或是结束要离开之前呢，也可以逛逛我们铁花村周边的市集，还有以及周边的环境。那在大家后方呢，就是我们的厕所以及吸烟区，如果你有抽烟的朋友呢，再麻烦移动到那个位置就抽烟，那不要影响到没有抽烟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在10点到12点有一个时段叫做 Happy Hour， 就是我们吧台呢所有的不管是酒或饮料都会有降价的一个活动。那如果你待会听完你还觉得想要继续坐在铁花村呢，也可以继续听着我们播放的音乐，然后享受一下我们 Happy Hour 的时段。好，那我在这边已经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还有铁花村再次欢迎大家。那如果待会呢在开始之前呢，先把大家的手机关成震动之外呢，也帮忙一下把那个闪光灯关掉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空杯子、空瓶子，再麻烦帮我们拿到侧边吧台，所以有工作人员帮你们收拾。那也祝福大家，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谢谢大家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我们今天上半场的歌手黄格里拉，掌声欢迎他。